之后我们就可以，比如说，因为 Arch Linux 它有丰富的生态，所以说，很多东西它并不是官方打包，它在 AUR 里面，AUR，这时候的话，我们就是要，就是安装一些东西，让我们可以运行 AUR 里面的程序，比如说安装一些 AUR helper 这样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首先需要一个最基础的 base。Devil，好，我们都要安装，确定，全部安装。好，还记得最初我们创建的那个非 root 用户吗？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它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它了。然后首先我们是需要 cd 一下，好，我们先要就是 change 一下 user，我们之前创建的是叫净水对吧？净水苏净水，好，苏净水了，然后我们再 cd 一下，cd 一下就是到净水用户的这个根目录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all。的 i 搬了一个包，是在 all 里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地方给复制下来，然后留到我们那边它，就这样。好，来到了这里，然后我们就是记得我们最初装了一个 gate 吗？然后 gate 之后，我们再 clone 这个地址。然后就会好，clone 到这里了。clone 到这里之后，我们在 cd，因为你看我们这样可以先看一下，它就有一个yaya-binary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。然后我们就 cd 到这里。OK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就一个 package build，其实不然，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，我们不要 care 它，然后直接 make package 杠。小 s 一定是小 s 杠 i，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安装它啊，安装这个软件了。我们使用这个的前提是它没有在依赖别的 all 里边的东西，我们这样才可以安装。好，它这里就让你填写了，我们设置过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输入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就安装完了，我们就可以。